接下来的影片播放日子将会是在星期一、星期二、星期四和星期五。星期二的影片都会是高级会员要求的影片，要求方式很简单，把 Discord 和 YouTube 账号连起来，去到会员影片建议区，说出你想要我拍的影片。每个星期五的影片后尾都会有个轮盘来选出下个星期二的影片是什么，参与的会员只有是 VIP 铁粉而已哦。观众们，复仇联盟第五集终于都来了啦。在上一集，当钢铁侠看见了新闻里有说到关于雷神的事情，他就决定要去找雷神了。经过警方和 FBI 的协助，钢铁侠终于找到了雷神的地点在哪里。但奇妙的是，去到那里的时候，怎么看见有一位身穿着古代的魔法服装站在那里演讲哦。当钢铁侠过去的时候呢，雷神就出现了。三个人在说话的时候动手动脚，结果就打了起来。钢铁侠也知道原来那位就是雷神的弟弟 Loki， 他是一个狡猾的人，趁打斗的时候呢偷偷溜走了。最后 Thor 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率领了一班战士准备开战了。 Thor 一个人无法成功打倒他们，但是以钢铁侠的协助之下，最终还是成功了。打完后呢，就出现了一个脸色苍白的战士，名叫 Gore， 样子看起来很强下的哦。雷神和钢铁侠能够把他给打死吗？今晚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吧。你真的以为你会强过我吗？以你的力量，你是根本就伤害不到我的。能不能伤害到你，现在就马上可以知道了。哎呀！哎呀！怎么样，伤害到我吗？你是绝对伤害不到我的。多尔，不用担心，就试看我这一颗威力吧。嘿，飞弹。看来你们真的太没用了，你们的威力对我一点效都没有，哈哈哈哈！现在到我了，嘿呀，哈哈哈哈！啊，我们后会有期呀，哈哈哈哈！钢铁侠，你还好吗？我没事。我的钢铁服坏了。这个敌人好像是来自另外一个星球的，他是来这里搞破坏的。这都是你弟弟叫来的，不是吗？你要快点去找他出来，要不然事情会更加的严重啊。我会的。我现在就去找他，谢谢刚才你的帮忙。嘿，掉！现在剩我一个人了，钢铁衣刚好坏了，我只能找一辆车子回去了。现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机场这边，我都不晓得到底能不能找到其中一辆车辆可以让我乘坐的。哎呦，你看一下，我整个人走来走去，拐一下拐一下，真的啊，这边好像有一辆车辆可以让我乘坐。哎，不只是一辆啊，还有两辆三辆哦，四辆哦，靠，太好了太好了。来来，我们去乘坐其中一辆车子，然后离开这个地方吧。快点打开这个门。哎呦，哇，真的很好笑，
我们穿着那个钢铁服，然后竟然要抢一辆车子回去。Oh my god！ OK， 没事，反正观众们现场都已经知道了是什么原因我要这样子做嘛，对不对？然后现在呢，我们到底要回去哪里呢？我们要回去我们自己的家呢，还是回去我们之前那个钢铁侠的家呢？我觉得现在我们已经是钢铁侠了，所以我们应该回去钢铁侠的家了，对不对？好了，现在我们已经到达了高速公路这边，前面就是那个钢铁侠的家，也就是将来会成为变成我们的家了。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要转我们的右手边，还应该在前面而已。哇，刚才那个坏人真的没有那么容易打呀，他脸色苍白的，然后呢，讲话有点好像很嚣张一样，而且我感觉我当我过去的时候呢，有一副好像是隐形这样子的一个保护神在保护着他嘞，我完全就是不能够过去，而且我被反弹回来，我的天哪，那好像真的是很强的那个敌人。但是怎么说都好了，观众们，你们是可以帮助我打败那位敌人的，你们只需要做一样东西了，那就是观众们，你们知道吗？我的 YouTube 频道还有超过 78% 的观众是还没有订阅的嘞。如果你是还没有订阅的话，赶紧在影片的下方按下订阅，还有别忘了开启小铃铛，不要错过下一部更加有趣的影片啦。这些都是之前我穿过的一些衣服哎，但是已经坏了，所以呢还等在维修当中。我看我先把我现在这一件先脱下来先吧。OK， 现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我可以好好的坐下来看一个电视机好了，先休息休息一下先吧。奇怪，怎么会有人打电话过来的呢？道理来说，这边应该不会有人再打电话来了吧？毕竟真正的这个钢铁侠都已经死了，谁来的呢？Hello， 请问是谁啊 ？Hello， 我的天啊 ！Oh my god！ 怎么忽然间这样子的？这外面好像有辆直升机向我们这里开那个飞弹过来射我们呢 ！Oh my god！ 我的天啊！怎么会这样子的？这是阴谋来的是吗？把他给打死，快点！一定要把他给打死！飞弹射啊！哇！我的天啊 ！Oh my god！ 不行不行不行！我看我还是派你跑上去楼上会比较好，我不想要躲一个地方躲起来了。哎呦惨了，我那个机器的那个衣服好像已经被火烧坏了哦。快点快点快点，跑上去先，跑上去先。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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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就射进来了！哎呦，那么强啊！那飞弹都有办法能够射进来，我的天啊！现在要想一个办法，要怎么去找另外一个？我看见了，这边好像有另外一件之前我穿过这个钢铁服哎。竟然企图要把我给杀死，没那么容易。现在我直接把他给射爆了之后呢，整辆直升机掉入了海中央里面。OK， 惨了，现在整间家变成这个样子。Oh my god， 我的天哪、哟，很危险。我觉得我住在这个地方。来，我们现在先飞进去家里面先。OK， 咦，好像不是这一边嘞，飞错了，这边不可以。我要去另外一个啊，不要紧，我就在这边了。OK， Oh my god， 为什么会有这些人企图要来把我给杀死呢？我看来好像他们不是要把我给杀死的，他们的目的是要把整个钢铁侠的那个物质给弄爆，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把钢铁侠给处处消灭掉。
啊，对对对，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钢铁侠要消失的时候呢，我相信洛森都的那犯罪几率呢就会变得很高很高了啦。到底我的弟弟在哪里呢？咦，这边有个便利店啊，我们进去没看一看吧。咦，怎么没有人的呢？奇怪，为什么这边会没有人的呢？不可能吧，难道这边的那个才哦哦，原来这个便利店老板好像已经很怕了。哎，怎么后面有一个女生？哎，女士别打我，别打我，我是神来的，我跟你讲哦。你知不知道刚才你飞下的时候把我给吓醒了，你知道吗？啊，原来你睡觉睡到这个时候啊，还说我吓醒，现在几点钟了？你这个真是的，哎，再打还要打是不是？好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给我过来现在。啊，不要紧啊，老板，你先在这边蹲着先 ，OK？ 你看我怎么去对待这个市民。这个市民好像是把我们神当成是什么哈？真是的，明明自己的错误，还要把它赖在我的身上。哼 ，Dora 现在最重要的目的呢，就是要找出他的弟弟在哪里。但是问题是呢，到底要从哪一边找呢？哇，洛森都这么大、啊。该死的理发师，竟然敢说我们秃头！其实，事实上，我们的确是秃头啊。唉，老实说啊，老大，我们并真的没有秃头了。我们虽然没有头发，但是我们有帽子啊。哎呦，就你有帽子，你还来理发店干嘛？警察！死了没有？等一下，老大，我过去看看。真的没有想到，我的弟弟竟然把这些战士用来洛森都了。我替天行道。啊，原来那么多了。不会吧，有没有搞错哦？我在这边打了这么久，到现在还有这么多还在这一边啊？好吧，我们就使用这个龙卷风，看一下这龙卷风有办法能够把他们全部给消灭吗？哇，快点！哇，有些人转到我身上流血出来哦，但是好像还是没有什么感觉的嘞。啊！哇，完全没有效果。不用，不会死啊，他们全部。
死了吗？还没死啊！再来，嘿，呀 ，OK， 完了吧？哇，还有很多，你们观众们看，还有很多哎！回来，雷电，啊！惨哦，那么多，要怎么样解决他们呢？我看我必须要用绝招了啦。如果是绝招的话呢，我看首先我必须要飞上天空，打下来，然后呢一连串这样子攻过去。对了，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试看抛锤子 ，OK， 来，但是好像只能够打死一只罢了，没有用啊。OK， 这样子的话比较有效果。来，攻他们，快点，再打，再攻，OK。整个人飞起来吧，这边是，哎呦，够力哦！再打，哇，你们全部不会死的，你们这么容易死咩？好强，呀！还有那么多人在这边，好的，看我的吧，呀！总算了，把他们给打死了。现在我得找我的弟弟在哪里了。我弟弟到底在哪里呢？啊，弟弟！哇哦，哥哥，你好强哦！难怪为什么爸爸没有选择我成为 Asgard 的大王。弟弟，你到底做了什么？刚才在机场遇到的那一位坏人是谁？他是帮助我成为大王的人，他的名字叫 Gore， 是一位使用魔法保护层保护自己的魔法大王。什么？你竟然加入了恶魔的帮派？我也不想的，但是你想想，如果你可以当大王来称霸洛森都，难道你不要吗？弟弟，爸爸说过了，我们不能够在别人的星球里闹事。我不管，今天你已经是 Asgard 的大王了，你当然会这样说。我也要做大王，你不要管我。弟弟，如果你不收手的话，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你想杀我？好残忍，就连弟弟都要杀，但是先打赢他后再说吧。啊，弟弟，啊，是你，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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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 ，ouch！ 哇，真的是没有这么容易打耶！我靠，丢定位！哇 ，ouch！ 哇，这一只竟然是插过来的！哇，还在我旁边呢！哟，去死你！去死你！呀呀 ，OK。先打到他完全不能够起来为止，快点 ，Dor 加油！哦，他干嘛？他干嘛 ？Ouch！ 哇，这一刀功力，哇，我的天哪 ！No No Dor 快起来，快起来！哎呀，都被龙卷风了，哈哈。OK， 哎，呵 ，OK， 漂亮！哇，还跑来我面前了哦，快点，电啦！还没有再来，电啦！哎 ，Ouch！ 哇 ，Oh my God！ 这个攻闪哦，哎，又来多一次，哇！他丢这个剑啊，真的是很强哎！哇，有点危险！哎，进不来，真不要啊 ！Ouch！Oh my god！
没有这么容易打他。我看到要打死他只有唯一一个办法罢了。哎，观众们，你们知道吗？我的 YouTube 频道还有超过78%的观众是还没有订阅的嘞。如果你是还没有订阅的话，赶紧在影片下方按下订阅，还有别忘了开启小铃铛，不要错过下一部更加有趣的影片啦。到底要飞到哪里去嘞？哟，惨了惨了，我感觉好像在我后面，是哟，真的哦，他真的在我的后面喽、哦！我的天哪 ！OK， 来，我们降到地面上先。OK， 还在哪里？还在后面，应该是。看来看去啊，对对，都是。哎，惨了，断电了！哎呦 ，Oh my god！ OK， 快点，动起来，起来，起来！哎呦，惨了、哦！哇，真是这么强，你们看，嘿，打 ！OK， 电脑好，电脑好了，再来 ！OK， 漂亮，打！都会有了，就这样，会，哎，哇哇哇哇，哟！我好龙卷风只是开一下子爆，要吹我们起来。他其实是用魔法力量来把我们给吹上来的。Ouch！ 哎，打你。OK， 成功了，成功了，快点打，不要给他起来。呵，呵，快点再打，快点，多多拳。哦，漂亮，对了啦。OK， 呵，呵，再来，再来，对了啦，不要给他起来就是了。观众们，影片下方赶紧点一下赞，我们要让这个 Gore 死掉。哇，呵，呵。哇，我们是要这样子打法，你们看一下，我是用拳头哎，都是用拳头来打嘞。他的那个锤头啊，应该是已经遗失掉了还是怎么样？我不晓得。无端端忽然间，哎呦呦，惨了惨了，我弄剑锋，哎呀，哇，踢我到哪去？哇 ，ouch！ 我的锤头。OK， 你 Gore， 我今天一定要消灭你！哦，哈哈哈！那么想要杀死我吗？我已经有了一个特别的保护层，你现在是伤害不到我的！哈哈哈！是吗？好，看是你的保护层强，还是我的雷锤强？嘿，你！完全打不进去，怎么样？现在你相信了吧？哟，啊，嘿，呀，哈，呵，不可能，一定可以打进去了。哈哈，别再打了，你这愚蠢的样子，弄得我真的很想笑啊！观众们，你们看，多么愚蠢的雷神！嘿，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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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都打不进去啊！怎么办才好呢？我一定要消灭这一个坏人的。不如让我来试一试吧。啊，是你。听说他的保护层很强，是不是？来，咦，真的是完全射不进去耶！哇哦，果然上一次难怪打不到他。他的这个保护层果然真的是很强，完全射不进的。是吗？如果是使用这个呢？嘿 ，Go！果然还是无法能打破，你们真的太没用了，你们！哈哈哈。Dor，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已经没有人可以帮忙我们了。还有我。啊？他是谁？护城被他打破了，你们这些可恶的人类！哎，这位青色的老大，非常感谢你来这边帮助我们，把这一只可恶的恶魔大王给打死，让我们一起合体好不好？一起上！
好的，我也要把他给杀死，好吧？那我们就齐心协力，一起杀！好啊，谁怕谁，来吧！三个人想合体，我相信应该有办法能够把这一只魔法大王给打死。哎呦，喂，看我在这一边呐、啊！在那边，在那边，来，雷射，射你！不行耶，好像没这么容易。哎，干嘛？咦，有什么事情吧 ？OK， 要去旁边跟查那边去了，快点 ，Go！ 在那边，在这边，嘿，来吧。终于把他给打死了。对啊，现在他已经死了，所以我觉得洛神都应该是拯救了吧。我是浩克，是我打死他的。嗯，是的，是的，很棒，浩克，你非常非常的棒。观众们，影片下方点下赞吧。好的，各位观众们，感谢你们各位观赏，记得还没有订阅 PSKGD 频道，记得点下订阅哦。我们在下一部影片再见了，各位，拜拜。